此时此刻呢，我想到了当时在剧本创作阶段，我们的编剧梁振华老师说过一句话，说我们要为荣誉而战。我想一部作品能够被观众朋友们看到、喜欢并且认可，这就是荣誉。未来我们还会更加努力，不断提高，给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。一定对得起观众朋友对我们剧的喜欢，更加要不负好时光。谢谢。 再次感谢两位，也恭喜两位，我们请台下落座休息。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请我们的嘉宾为大家揭晓荣耀。获得2020腾讯视频星光大赏年度观众选择剧是《看大屏幕》。2020腾讯视频星光大赏，2020年度全能艺人。 王一博，不会是一个好，这是一个遗憾。恭喜恭喜一博，有请王一博来到舞台，接受他的荣誉。